中了 PN17 后，引发股价周五大跌，还有希望吗？科技板块的三个科技股 DNO、Franken、JHM 目前跟随科技股一起跌，后市该如何分析操作？与科技股板块走势相反的银行股 MBank 能继续引领风骚吗？这些股友提问的五个焦点股会在这期每周问股分析为你个股点评把脉影片中把它分析出来，并附上个人看法，让大家参考操作策略。我们也将会适时在下周我们 Facebook 专页适时追踪分析，大家记得关注哦。大家好，欢迎来到 MyTraderView 大马股市技术分析交易加生活日志 YouTube 频道。这支影片是股友提问焦点股分析。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的频道是分享大马股票技术分析、图表研究、交易策略探讨、个股趋势、形态、价量时空、支撑与阻力区间分析、股文分享、经验漫谈等。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忙按赞分享及点击订阅哦。好了，回到主题，本期将要点评的五个焦点股是：第一个股 AAsia， 第二个股 MBank， 第三个股 DNO， 第四个股 Franken， 第五个股 JHM。 在我们点评分析之前，照常要讲下免责声明，这是 MyTraderView 实战案例分享，不是 call buy 或 call sell， 没有买卖建议，只工作演示用途参考，一切买卖盈亏自负，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到股票分析软件来注意分析刚才的五个焦点股。第一个股 AAsia， 股价周五被交易所拒绝延长 PN17 消息引发投资者惊慌抛售，大跌了 12.5 分，约 16%， 嗜血严重。根据我的了解， BN17 是公司财务陷入困境，触发了交易所条例，中了 PN17 后，公司有一年期限向交易所提呈重组计划，如计划通过将恢复正常。脱离 PN17 标签，如不通过则会除牌下市。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公司股价仍可在市盘中交易买卖。从日线图看，股价在消息公布之前已经在下跌中，消息曝光后股价自线下大跌，虽然有一些买盘抢攻反弹把跌幅收窄，但收盘仍然跌 12.5 分，目前股价已跌到历史低点 0.515 附近，需看能否守得住了。目前支撑 0.515， 阻力 0.67， 个人看法，股价仍在下跌中，加上大市情绪不好，只能静观其变，后市演变，目前不宜参与。如果跌破关键支撑，将会继续下到更低价。第二个点评股 MBank， 股价周五在整体大势下跌仍然起气氛相当强势，对照科技股的弱势，银行股目前则显得强势，股价目前突破高阻力 3.45， 继续向更高点阻力 3.70 挑战，需看能否突破打开更高上升空间。目前支撑转在 3.45， 阻力 3.70， 个人看法，股价在上升中，不过由于大市情绪不好，短期可能会在阻力区间面临套利卖压，不过个人中长期仍看好它的上升走势，可采取高抛低吸策略来应变。第三个点评科技股 DNO， 科技板块股价周五下跌了52分，约 18%， 跌势严重。从日线图看， DNO 之前从 0.90 一直上到 6.09 历史高点，
账户月五倍多，非常厉害，是之前的大牛股，股价目前在高点，三次都突破不上强阻力 6.09， 显然有非常强大卖压，目前股价跌下来已形成三重顶顶部形态，后市不妙，目前股价接连跌破关键支撑 5.37 及 4.93， 需看目前的支撑 4.53 能否守得住，目前支撑在 4.53， 第二支撑 4.29， 主力 4.93， 更高主力 5.37， 个人看法，股价处于初跌，不宜参与，可能继跌后会有反弹，但反弹过后估计仍会延续跌势，属于长空短多局面。第四个点评股 Franken 科技板块，股价周五继续下跌了23分，月6%。Franken 也是之前的大牛股，股价目前在历史高点 4.06 区间，也是形成三重顶顶部形态，第三次稍微突破向上，但突破后不久就跌下来，属于假突破，目前股价接连跌破关键支撑 3.56， 不是很妙，需看目前的支撑 3.22 能否守得住，目前支撑在 3.22， 第二支撑 3.11， 主力 3.56， 历史高点主力 4.06， 个人看法，股价处于初跌，不宜参与，可能继跌后会有反弹，但反弹过后估计仍会延续跌势，属于长空短多局面。第五个点评股 JHM， 股价周五继续下跌了9分，月5%，还不算严重。从日线技术图看 ，JHM 之前也是个大牛股，涨幅月3倍。目前上到历史高点 2.02 后逐步下跌，目前已跌到关键支撑 1.55， 需看目前能否守得住，目前支撑在 1.55， 第二支撑 1.36， 主力 1.63， 更高主力 1.88， 个人看法，股价仍在下跌中，不宜参与，可能继跌后会有反弹，但反弹过后估计仍会延续跌势，属于长空短多局面，如跌破关键支撑 1.55 将会更弱。今天我们问股系列分析就分享到这里，在这次影片还没有结束之前，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发出影片的讯息了。如果你有什么个股想要我们分析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中留言你要问的股，下次我们做视频的时候，我们将会分析出来，但如果问股太多，我们将会依照个股的热度及知名度来筛选，再把它分析到我们的视频当中，谢谢大家的观赏。